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埃及人不装了。黑神话悟空年度游戏投票关入口降排名，外网猴逼集体暴怒，怒喷埃及一案，揭晓师妹真正结局。黑神话悟空 DLC 春节发布预告，登天门，蔡凌霄，救师妹，演都懒得演了。在 IGN 发文被玩家群嘲之后，黑神话悟空的投票以及评分以平均两分钟降 1% 的速度光速下降。果然 ,IGN 跟去年一样又开始明着来把玩家当猴耍了。更有玩家现在想投票都发现投一半就卡住不动了的情况。这真的是太离谱了，恨猴恨到骨子里的黑子也做不出来这么累人的操作，真是开眼了。有玩家就表示 ,IGN 这次太着急了，他真的太恨了。黑猴在榜一多挂一分钟他都接受不了。你要是花费两天的时间慢慢来还说得过去。结果你仅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从90到87到85再到现在的70以下，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呢？浪费这个时间你还真不如直接删除了。就说国内8亿玩家翻墙刷票，因为不公正所以删除投票，可是你这波直接手动删除数据，这就很难解释了。估计 IGN 想趁着他那个时间大家还在睡觉呢，所以赶紧先起来刷。不过估计地理知识没学好，不知道地球是圆的。我已经脑补了一个 IN 的程序员接收到上级给的半夜给黑猴刷差评票的任务，但又不想熬夜，于是定了一个5点的闹钟起床操作，结果被东半球的玩家无情发现。目前不仅是国内，就连外网的猴批们也开始纷纷怒喷起了 IGN。 有老外就表示，如果 ING 不把黑神话悟空的数据更改回来，那么这对其他游戏来说就是耻辱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混蛋，如果 Yellow Brow 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中，他将成为 IGN 的首席执行官。狗屎案，黄妹案，他们在网页上隐藏了玩家投票，只留下媒体社区投票，这就是 IGN Lawrence 一贯的做法。 IGN 本可以删除 BMW 的，但仍然把它放在第五位，太感人了。在电脑浏览器上我看不到社区投票，默认是作者排名，而这个叫做社区投票，真是笑话。等等，可以看出大家还是非常理智的，闹出这么大的乐子反而会让黑猴玩家们更加团结。甚至我一度怀疑艾恩斯太深爱黑猴了，以致不惜牺牲自己来把黑猴送上传说地位。现在能不能在12月 TGA 上提名也已经显得不重要了，只希望黑神话悟空的 DLC 赶紧端上来，再用销量来狠狠打一波黑子的脸，大家觉得呢？各位黑神话的大佬们好呀，四妹我相信是各位最意难平的点之一，那一句撕心裂肺的快走哭碎了多少天命人的心，被鹤仙人带走的他是死是活也成大批玩家讨论的焦点话题。难道真被炼制成丹药了？其实不然，比起炼丹，鹤道人感觉更像是在替猴子庇护四妹。看看贺道人台词你就明白了，首先是你这泼猴，貌似只有和大圣关系不错的神仙才叫泼猴吧，还是这般不通人情是在说不安人情世故，搅了天上的买卖，这句话很有意思。再结合贺道人的作为，可以理解成不是我的买卖，炼成金丹替你收着，下辈子来天上取，是在说这女娃我先替你庇护着，等你有能力上天了记得过来接走。贺道人的意思就是在明说，你这泼猴轮回几次了还是这么不安人情世故，自己莽撞闯祸搅了别人的买卖也就罢了，还连带上个自不量力的小女娃替你受罪。你放心，我会把她带在我身边替你庇护她，你若是有了上天的本事记得过来接走。其实只要带入一个设定就能判断老贺带走四妹不会炼成丹，而是为了保护她。这个设定就是在黑神话中所有的对话天庭和灵山都是能听到的，那老贺就只能说把四妹炼成仙丹来掩天庭和灵山的耳目，天庭和灵山能听到所有的对话，这个设定是很大可能存在的。回忆一下八戒被倒绑着和紫珠的对话，紫珠说你多几句好话我兴许能告诉你根气的下落，八戒突然就骂起紫珠了，就是知道对话会被听到，怕泄露了根气的下落，八戒就用骂转移了话题。如果用这个设定来重新回顾有站在猴子这边倾向的角色的台词，会有别样的解读。
目前来看，鹤仙人好不好还不确定，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算反派。梁琪之前在微博中也暗示了鹤仙人是友军的意思，在鹤仙人影神图里，鹤仙人同情卯日星君，对卯日星君离开感觉黯然。最后大地图也暗示鹤仙人是孙悟空援兵，老鹤过场第一句就是让亡灵官助手，饶猴子一命，后面说话也是带着老熟人的宠溺语气责备猴子不得安生。除非鹤的设定是有严重恶趣味的精神变态，不然真就是友军的表现。从逻辑上来说，太上老君炼丹需要7749天，天上地下流速不同，天上一天，地上一年，需要49年的炼制时间，而且费时费力将四妹炼制成仙丹，除了激怒大圣外没有任何好处，所以四妹注定是不会有危险的，而是会作为天庭牵制大圣的手段。可若大圣上天之后看到四妹丹药会是什么反应，恐怕会直接跳过谈判，直接踏碎凌霄吧。所以无论鹤仙人收走四妹是何居心，无论他是否顾及大圣旧情，将四妹炼制成丹药都是最次等的选择。目前 DLC 已经官宣在赶工中了，预计明年8月和大家见面，最快在春节大家就能看到有关 DLC 的预告宣传片。我们也必将在明年8月份中的 DLC 登天门踏凌霄，救四妹。